你又在抓龙哥？你说吃卤鸡腿吗？卤鸡鸡是吧？咦呀，我还以为你手去耍的嘞，不给我弄。不是耍，这种事情，吃这种事情从来不是耍。你也好把它吃个，不要把实话说出来，是不是？好大哟，那个腿腿。嗯。肉吃不行嘛，鸡腿还随便吃嘛。嗯。还放点姜。卤鸡蛋。姜。去腥。嗯。要打蛋。随便你。炒个蔬菜啊。嗯。大哥，来把卤料去弄一点。这是买的成品卤料啊。这工艺很贵的。这个啊。好吃的很，卤料。咦呀。哎，你尝一下嘛。这是哪个的？也是买的。谢谢。把那个弄一点。就那么煮就可以了。确实好香哦。香吗？好，拿出香火。香到，路过半个小时。半。火锅，哎，对的，好。也要得。你还好咸。哎。你放到那个里头嘛，都要叠过了。每次都是婆婆卤鸡腿，换一种方式出来。嗯。哇。嗯、我站到那头闻得到了。继续。啊？也可以了。可以了吧？应该。哦。干嘛看去？嗯。啊。火锅都煮火锅了，那个蛋。嗯。熟了。对吗？嗯。上菜。味道香。龙哥，我托管你了，好吃，可以吗？好吃，快，你也快吃嘛。都没有味道。嗯。你这进味没得？嗯。我看他白，都没有味道。嗯。咋了？我又要长胖。好香啊。